金豆把那个盘子又给掀起来了，这个什么，这个垫子，哎气人不呀，气人？看小狗啥情况吧，赶紧走。走走走，大家好，我是金阳。金豆啊，老是这几天把这垫子给弄起来，咱们看看小狗怎么样。好吧，我还没动它呢。是不是热呀？哎呀，哎。不许出来啊！把小狗们卷里面。你还挺理直气壮的是吧？那边仰着头在看你呢，小石心疼了，一会儿给他准备吃的。呀，他走路了啊？嗯，他站起来了。先挂上，外边有人干他。小家。我看看，先把垫子。哎，是不是热了，今儿？啊？睁眼了吗？还？这是小猫啊，还没睁眼。别动！快了，快了。怎么样，这小母咋了？壮不壮？别老是把这，你看这脚咬了呗。哎呀，今天11天了还是12天了呀？那就是，马上睁眼。哎呀，别舔了。眯了一条缝了都。嗯。哎，掰不开。行了，看看你那尿了。你让他吃哪个，他还不吃呢，他得自己找。他自己找，你躺好，我知道摸着你躺好，躺好了。哎呀，你看这个疼。躺好吧，不用你管，我们就是看一下小狗吃奶咋样啊？看一下小狗壮不壮？嗯啊。这儿了，金豆。嗯，这俩小家伙，这几个都有了，你知道吗？没白让这个小加拿大，没白让他给吸两下。你看前面的油水，估计有。你看，哎呀，那个呢？你肯定有。呀，这个没有，这个马上就堵上了。嗯，他越吃越有。对。你看后边这两，后边这四个都有。嗯。看看你小狗，你着啥急啊？嗯。别动了啊！咱看看小宝宝，看看漂亮不漂亮，是吧？他俩现在相差不那么大了，这个小母长得真快。这一看，他俩反正能看出来，一个大一个小。嗯，但是一看就能看出来，这是母，那是公。对，你这后期之后，它慢慢长得就大了，是吧？嗯，本身这个老二，这条公出生的时候就比这条母大。跟老大出生之后，老二隔了老长时间才出生。嗯。是吧？吃完之后，今天让金豆去喂一下小闪电。啊，那奶水也挺足的。对，让他吸两下。嗯。奶那个粘稠度啥的都好。嗯。然后奶腺也好，下奶也多。哎呀，你倒是躺着还是干嘛？你看那。这你自己带俩，带到50天也没事吧？50天也没事，他不会那么早断奶的，给他们。不。该多长时间多长时间？也起不来了，你这胖子都起不来了。嗯，看会不会找啊？你倒是起来呀！这翻不过来，又吃了一个。你换上面那个不行吗？够不着，翻不过来。这胖子确实。这个都睡着了，你看嘴都不动了。
证明不饿。马上正阳会走路，太快了。开始调皮了，马上。现在这两只小家伙啊，已经11天了。看这个劲头，你看看，明天或者后天吧，这个眼神就得睁开了。因为金豆自己带他们两个，你一个比一个壮。奶水够供不上，是不是？奶水吃不完，奶水就供不上了。你看这垫子让他咬的，我跟你说，金豆带俩娃太轻松了，知道吧？嗯、你看有闲暇时间，他都咬这个垫儿。哎，老是把这垫掀起来，把那脚都给吃了。啊！你干嘛呀？这是？嗯。你要说热吧，这里边温度我们俩感觉是正好。啊。对。所以说他肯定是闲的太轻松，就是啊，你太闲了，你看指甲盖都长了，是不是？嗯，就应该让他带带11只小闪电。那帮调皮鬼。等会儿吧，等会儿让他去喂喂小闪电。你不还不给他准备吃了的吃的了吗？给他准备了。你弄去吧，能吃吗？现在弄点肉馅。嗯，去吧。热不热？去吧。走，记得他俩每只狗一个劲儿。来来，我娘疯了！别叫啊！吃着。那屎一会儿铲了吗？一会儿吧，一会儿。还不敢放。嗯。你家的早餐，吃吧。嗯。俩人在这看着他，他就是不好吃。看着他，他不好吃是吧？嗯。你看他吃鸡蛋，人家虎妞一口就吞。但是一点点。哎，那不行，那一会儿就掉了。没事。你说。是这个人。哎，虎妞，你看虎妞吃鸡蛋一会儿啊。虎妞把鸡蛋吃了。对，虎妞把鸡蛋留到最后了。呀，怎样了？哎呀！吃吧。看你，看虎妞，虎妞已经吃完了。